好了，看看，给大家伙儿看一下啊，这个是02的，怎么说这个事儿啊？咱们实话实说啊，咱们这个02呢，就是属于改版啊。你看一上来就是类似于像大家伙儿知道那个什么，魔法加强版的感觉，但是呢，咱们又加上了什么呢？加上了2003的这个设定。好了，我从头啊，你们看一下啊。给大伙看，这个是拳皇2002安的2003的这个设定版本啊。这个版本呢，大伙刚才一时间没看懂，咱们选择是2003，刚才咱们看那个神月万归，对吧？是神月千鹤他俩啊。好了，一个加油，这个呢是设定出那种感觉，就是说可以在中途换人啊，可以换人啊，大家伙看出来是召唤人，不是变人，变人应该是魔法加强版，这个呢是魔法加强版的这个设定加上2003的设定啊，对方的人呢死了直接上来。好了，他选择追出老头，然后前冲一个吐火，对，这个也叫战斗当中换人系统，但是换人出来之后呢，他还有一个跟踪追击，他并不是说那个跳到一个固定的地方，你看飞出来的时候还能踢一脚，这个就是跟2003的设定差不多了啊。说句实在话，哇，这个小草莓啊，这个画风，哎，2002的画风你们不觉得就是跟之前的不一样，他走 Q 版了，2002走 Q 版了，尤其是雅典娜这个小姑娘啊，马克西玛包子这个人物啊，其实也一样啊，在这里呢一扣他选择各种 BC 连， BC 连的时候呢，召唤人出来呢，咱们也是有这个 BC 能量的啊，一顿吐跳 C 重手取消，好了，蹲地取消吐火，反身位召唤出人，前跳 C 重手 BC 连，然后一顿宅沟通，前一个必杀。好了，这个老 K 是明显有点扯啊，精神病一样，这个也可以马上再去接招，他选择点出来取，其实可以在中间取消的啊，撩一个剑，他刚才如果取消的话呢还可以继续连招的，但是没有取，他选择直接把这个隐藏的奥义给打完，最后呢隐藏奥义呢你们看到了，就有点像 SNK VS 卡普空里面那个天使一样啊，就跟那天使最后穿的那个衣服是一样的，战神雅典娜。合金最近有没啥有意思吗？其实合金有很多有意思的啊，但是我都播过了。这老头躺在垫上啊，我感觉不能腰间盘突出吧。你看这个电脑也会临时换人啊，这也是非常有特色的。顶回来，好了，正反腿。其实啊，这个石哥倒不是那么好打啊，说句实在话啊，这个2002呢，如果说你想打出配合的效果，像这种玩法才有意思。好了，跳臂直接打死，气功勾逆向，顶回来吐一个火，这个只是接招而已啊，就是打得非常的秀。顶回来，98C 其实98C 的话，它这个 TAS 和非 TAS 就不明显，因为不是 TAS 也可以轻易的连出各种变态的连招的。当然啊 ，TAS 的就是更变态了，甚至是用了一些更巧妙的东西。但是要让我说的话啊，这个 98C 本身就一个非常华丽了，你看它再华丽，可能也就那么回事，除非打一些死机 bug。对，这个是 TAS 的啊。好了，看看。空中一顿飞，你看他这个必杀可以取消的，这是这个人物最厉害的地方，你看他马上就可以取消重攻击，取消过来一顿空中空中牛顿之怒，一个破防，看一下这种破防的姿势了，然后还没有打出来啊，光磨都快磨死了，重手 BC 连取消下轻手，好的，撩回来换老头，感觉没有啥用啊，老头好像 BC 连没有那么强，喷火呢还可以，还可以选择用老头，然后打一套之后呢选择召唤雅典娜出来，可以看到蹬一腿正摇腿前一个必杀，一丝血，好了，再飞出来直接撇死，双杀 double kill， 他这个你剩一丝血啊也是设定的非常好，就剩那一点血，然后那点血呢还把这个拉尔夫招出来，把拉尔夫把这个列娜招出来，然后列娜招出来结果被球给顶死了，顶死之后呢他自己没无奈又要出来又被顶死了，太嘚了啊。
九五九九六还九六有啊，九六有，九五九五九五也有，九五少啊，九五其实本身就很变态了，九五他不用 pass 一套秒都是很简单的，一丝血。我感觉这人抽筋的，你们看不看见？这玩起来感觉抽筋，撇出来，前跳 C 重腿重手取消 B C 连，前倾腿直接一手超杀，还、哎、超杀能接战 B。好了，磨死之后再出一个白光，反正总体来讲呢，这个就是秀了啊。至于你狼的嘴能不能跟上啊，你会发现能跟上啊，脑袋能跟上，但是你们思维跟不上，你们会觉得精神病什么东西啊，看得莫名其妙啊。好了，这个，哎呀不行，我感觉我是不是腰间盘突出了，我这有点腰疼啊。哎呀，来看看 K 四个角有东西的啊，顶过来前跳 D， K 四个角呢是连版权都封杀不了啊。这个说句实话，版权确实是啊，这个有点侵权。不过呢，这个人物啊确实是啊，给人的印象太深了。一套杀，这是打 counter 接的必杀啊。这个 Angel 挺背，出来被打了一个 counter， 然后呢接上一个必杀，顶回来一个地头，摔回来。哎，你们说这个库拉拿的这个防御的时候拿的这个盾牌到底是什么材料的？不能简简单单是冰吧？我感觉应该是那个那叫什么 CS1.5 是吧 ？CS1.5 那个拿手枪，然后这边有个盾牌，那个盾牌。干巴的，干巴的啊，摔回来。重手前倾手接超杀，这个是特令啊，特定打死过来，重手一顿两个重手取消吹波，他这个取消这个啊，确实是哪个版本里老头都得有这种感觉，太皮了。重攻接 B C 取消踢过来，其实这个必杀就显得有点过分了。好的，必杀收招漂亮，他选择一个必杀输招，还可以接上一个小反气功的技能正摇腿，然后马上再接上一个这个超能力环绕，过分了啊。那是 1.6 吗？啊，那就是 1.6。 我那天说 1.6 好多人说是 1.5， 怎么今天我说 1.5 好多人说 1.6 了，我都懵了啊。来看看 Luca， 这个社长开始玩，哎呀，社长这个穿这个衣服感觉啊，他那个衣服脱下来的时候，咱们看一下，这个盔甲啊，确实有东西的。可以继续连跳 C 重攻击，然后再来，可以再来跳 C， 你看这不要脸啊。感觉这个是，我告诉你什么是超能力，我告诉你这个就是超能力啊，这个超能力他不要个脸，在超能力面前啊，感觉卢卡尔啥也不是，一脸粉刺啊，再见，直接就秒了。